我哋要去睇杂花嘅样，寻日已经嚟。嗱，一见到呢个人就即刻通知我哋。系，知道。唔该晒啊。系，乜事话？唔该晒啊。 喂，Tony啊，哦系啊，诶，我喺你楼下喎，哦，你嘅车泊咗喺边啊？咪摆上行人路啦，唔好派嗰度啊，会抄牌嘅，真系，系啊，我而家即刻落嚟噶啦，拜拜 ，OK， 阵间见，拜拜，哦，不咁早翻嘅，嘉欣最近点啊？阿亮仲未有消息，佢够担心，同我问候下佢啊吓。 喂，家人，做咩啊？我想见下你。你喺边度？我只系想见下你。如果你信我嚟讲，你梗系大家姐。 你自首啦，咁样可以解决到乜嘢？阿亮，你行开。就算点样，我都会帮你，我会同你请律师，同你辩护，你一定唔使坐监。你行开。 唔好咁啰嗦，梁，你唔好咁对我。如果你要走，我会同你埋你一齐走。你唔好咁傻，我根本就未爱过你。你走，你唔好再为我，唔好再跟住我。梁，唔好咁啦。 慧敏，慧敏，唔好喊啦。
有上边啊！好，哎，快点！哎，快点！快点！莫喊呐！哎，探长，就响嗰度啊！伙计，打开两边。娘，你报警我冇啊！娘，不如自首啦！快啲借啦，娘，唔好走啊！娘，你自首啦！喂，娘，你已经被包围啦，借佢就行上嚟。娘啊，六，娘自首啦，不如。你哋唔好开枪啊！佢冇枪噶，佢会自首噶啦。走开！娘，好啊！全部走开！哎，行开啊！皇帝话都。走唔甩佢，你走开，走开呀！哎，娘，娘，出！娘，唔好走啦！娘啊，娘，娘啊！娘啊，娘，唔好走啦！走啦，唔好讲咁多啊！走啦，好啦，娘，唔好讲咁多啊！我放在手心，快走啊！快走啊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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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追追！快手心！我哋而家去边度啫？不如咁啊，你自首啦，好唔好啊？佢哋实会追到我哋嘅，我哋行得去边度啊？娘，你听我话啦，如果而家自首都唔会太迟噶，唔会好重罪嘅咋？娘，你点解要咁样啫？你落车，落车啦！唔落，落车啦！快啲落车啊！落，嘉欣，我冇呃你噶，我一直都咁爱你，你落车，快啲落车啦！落，落车。
第一被告范国才行劫罪名成立，判处入狱三年。第二被告蔡宗行劫及串谋绑架，两项罪名成立，判入狱五年，期满第届出境。第三被告伍炳行劫及串谋绑架两项罪名成立，判处入狱五年，期满第届出境。第四被告骆家胜行劫串谋绑架同埋误杀罪名均成立，判处入狱十二年。以上各犯人刑期即日執行。我有冇肥噶？肥，好行啊！你有浸都唔肥噶。我觉得我自己肥咗。点解电夹鬼嚟噶？坐监都话肥。唔使晚晚担惊受怕喎。我而家冇发梦见到只朋友好耐啦。佢就会今晚嚟揾你嚟死。我而家怕揾咩啊？我都罪有应得啦。讲佢第二样嘢啦，衰人。Maggie 啊，你等唔等我？十年咁耐，我唔会怪你嘅。我睇过一出日本戏，又系讲个杀人犯。临出狱的时候，写封信给他老婆，话如果他老婆肯回到他身边嘅咧，就扯一条黄色的手巾仔喺门口度。结果他老婆扯咗十几二十条，我试下咯。出嚟嗰时写封信俾我，唔知噶，而家都唔兴手巾仔啦，兴晒纸巾啦。咁唔好用晒佢啊，留翻佢啊。阿爸阿妈阿婆咧，几好。阿爸因为风湿脚痛，所以唔嚟得。我而家有排先可以孝敬佢哋咯。咁我咪暂时帮你孝敬住先咯。如果计埋啲假期咧，唔使十二年嘅。若果你行为良好啊，仲可以早啲放添啊。入得嚟都冇乜所谓噶啦。表哥咧，佢点啊？今天有些事，所以不来得。下次会来探你。走路嘛。文浩啊，有件事我想我应该跟你交代清楚。什么事啊？你帮我度过了我最困难的时刻，我应该多谢你。冇啊，我都冇帮到你。其实做人一来咗，应该聚积好多经验，自己识得应付好多嘢。我谂嚟紧嗰几十年，
我自己系应该自己应付。我而家最唔惯嘅，就有时瞓到半夜摸下隔篱，阿梁景贤唔喺我身边。虽然而家系唔习惯啫，但我谂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，始终有一日会习惯。我惊到时自己同另外一个人瞓埋一齐嘅时候唔习惯。讲真啦，嗰阵时佢同佩文喺一齐嘅时候，我真系好嬲，我想即刻求其揾个人结婚就算数。但系好彩，我冇咁做到。啱嘅，唔应该意气用事。好彩冇人肯陪我癫啫。阿亮咩都收喺我心度，唔肯讲俾我听。佢对我好唔坦白，但系佢临死嗰阵就系对我最坦白嘅时候。佢对我讲，佢话咁耐佢都冇变过心，只系爱我一个人。我知道，始终都会俾佢呢句说话累死我。你唔系已经忘记咗梁啦咩？系，我曾经有。要交代嘅就系呢个问题，大梁已经死咗啦。我知道，但系佢会留喺我记忆同埋心里边，无论佢有好处或者坏处。你咁就快，唔觉得对自己唔公平咩？对自己公唔公平唔紧要，最紧要就唔好连累人。所以我希望将来你同我同埋东里，大家都系好朋友。嘉欣，文浩，我谂我先走先，你倾下。你系见到佩文？嘉欣。你有冇见过女 uncle 啊？佢几好。你帮我话俾佢听，新新渣华食我啲债，我唔会再追究。爹哋，饮多杯。嚟，喂喂喂，好啦，依家仲要揸车噶你？阿碧啊，呢啲系啤酒嚟嘅，点会醉啫？嚟，醉咗咪我揸车咯，费事你腾嚟腾去啦。我都搬翻去。好啊好啊，你又搬翻去住咧都好，不过呢间屋咧就要抌空噶咯。如果抌空咗，咁咪嘥咗佢啊！如果租俾人啊，而家好烦噶。我一个人搬翻去啫，净系你做咩啊？你哋又嗌交啊？阿东尼，圣法师讲好嘛？几时讲得一样嘅？我哋拖得太耐。我听日约咗律师搞分居手续，你冇咩意见啊嘛？究竟咩事啫？你系平时好地地噶。东尼啊，你真系考虑得好清楚啦。考虑得清楚嘅结婚嗰阵，做咩啊？你出边有第二个啊？系唔系啊？佢冇啊，妈咪。既然系冇，点解要离婚啫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，离婚也是两个人的事。只要我们两个明白其中的原因已经够。好啊，你不讲是吧？文浩，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离婚。离婚是东尼的意思。东尼，文浩一向身体都几好噶，
佢唔系妈咪，你谂咗去边啫？唔系啊。咁呢样又唔系，嗰样又唔系，咁究竟为乜嘢先得噶？当年文浩为咗公司嘅事，所以冇咁嘅精神，冇咁嘅心情去陪你。你都好应该体谅下佢。我承认我唔识体谅人，但我唔承认我冇迁就过佢。我知佢都好迁就我，问题就系、是、大家越迁就就越有距离，咁喺埋一齐做咩啫？你系零舍多，你系唔成理由嘅理由噶，我唔准你搬翻去啊！总而言之，如果你唔听我话嘅，我今晚就唔扯。妈咪，我坦白同你讲，喺美国翻嚟嗰阵时，我已经想同你分手，后屘发生咁多事，我到而家先出声啫。你去先啦。我去边啊？厕所啊嘛。哦，我唔系去，你去啊。我都唔系，不过瞓唔着，出睇开电视睇啫。真系讲得冇错，我哋大家都好就大家，但越就越无谓，成日都表错情。其实你具体啲讲，你爹哋妈咪都会明白。呢啲嘢点具体讲？就算佢哋而家喺度睇见呢个情形，都意会唔到。我意思系，你有咗男朋友嘅事，何必推喺第三者身上啫？我冇提罗嘉欣啦。你提我都唔会否认啊。又系我枉作好人。是的，事实是这样，我们性格背景都太过不相同，就算多努力都不可以了解对方，在一起只让大家辛苦。想用翻转头，或者我去同佢解释一下。冇用。咩叫冇用啫？其实我话你应该着紧啲追佢翻嚟先啱。我同佢大家都好清楚，根本都相处唔嚟，再咁落去，争大家辛苦。其实，如果佢揾过另外一个男仔结婚，我心就安乐。因为由头到尾，我根本冇摆佢喺第一位。咁男人系咁噶啦，事业心重啊嘛。以前阿娘都系咁啫。我意思唔系事，你应该明白。嗰日拜阿娘，我同你已经讲得好清楚啦，唔通你唔明咩？如果你系为咗我而放弃东尼嘅话，
我同你将来都冇结果。就算我哋冇结果，我都会放弃东尼。你会后悔？唔会。不如我讲下我的经验俾你听。如果你成日对住一个人，你唔会知道你自己对佢嘅感情系几咁深厚。但系如果一旦冇咗佢，个心松晒，咁固然之系好啦。但系如果个心实晒，嗰个人以后都唔会翻嚟嘅话，嗰种滋味系讲都讲唔出嘅。我同阿梁就系咁样嘅情形。我哋嘅情形同你嘅情形相差好远。你信我啦，我知道你同东尼相处咗唔少时间嘅，你对佢系有一份感情，而家只不过系当局者迷啫。信下我啦，试下同东尼相处落去。借啲生果，女太，女神。好啊，唔该。谢啊，女生女太买咗盒心爽嚟，一阵拎咗去炖鸡啦。哦，今晚喺度食完饭先扯啦。哦，嘉欣同佩文咧，嘉欣翻咗元朗住啦，不过好乖女，每隔一个礼拜就会上嚟探下我。佩文啱啱先出咗门口去探群姐啫嘛，如果你哋到咗一步就会见到佢。系啊，我哋咁耐都冇去探过群姐。得閒我哋談。好啊。麗燕啊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講。哦，好啊，坐下啦。東尼要離婚。咩話？他哋不嬲都好好噶，点解会咁嘅？我都像扮金刚摸不着头脑。唉，你都唔知道我几激气啊！当我啲说话唔系说话嚟嘅，成日话我唔明。唉，我劝极佢啊都冇用，你帮下我手劝下佢啊。会唔会系文浩想离婚啊？睇情形咧，就系东尼作怪嘅啫。搞成咁样，实有原因噶。不过当住个老豆同我面前就噏唔出嘅啫，你氹下佢，或者佢会讲俾你知嘅。好，我同你问下佢。既然唔系有第三者嘅，何必要离婚呢？冇第三者，我都要离婚嘅。佢妈，你唔使劝我。好吃的群姐，吃些粥，成日不吃东西不行的，来吃少少，好吃的，来乖啦。你哋点知订嚟嘅？系你姑姐话俾我哋知嘅。阿玲、阿亮，你哋嚟咗啦！哎呀，我好开心啊！我除翻屋企食饭啦。系啦，群姐，嗱，食啲粥啊！唔食，佢嗰啲臭崩崩噶。阿玲、阿亮，你哋唔好食啊！群姐，嗱，好香嘅。食添嗱，嗯系啊，好香啊，好香蕉咁香啊，嚟，伟玲啊，你仲冇见女婿话我衰人啊？伟玲啊，阿梁同你报咗仇啦，阿梁叻仔。
阿梁大學畢業，賺好多錢。我哋以後都唔使憂。阿梁啊，你翻嚟住啊，我日日煲湯你飲，我煲紅棗花生煲雞腳，唔俾女婿話飲啊。用过一次皮肤敏感，拎翻去俾个化妆小姐，佢叫我用多几次就会习惯，冇咁好耐性。我送你，唔使。幸福。线台，我发给线，拜拜。岂有此理！大虾煲想食天鹅肉。我知我而家唔讲，以后再冇勇气讲。其实，我好中意。我哋只有设计图俾傅伟良。多谢，算咁冒险嘅事要做，为咗骆家欣啊？同家欣无关。系啊，事实系咁。我哋性格背景都太过唔相同，就算几努力，都唔可以了解对方。喺埋一齐，就喺大家辛苦。
点啊？我知就好啦。等我试试啊！俾多次机会大家好嘛？当众举行婚礼，虽然冇其他世俗或者系宗教嘅仪式举行，但你哋喺本人同埋在座各位之前签名遗实之后，你成为正式嘅合法夫妻。我话俾你听，傅慧良，我而家同你离婚，我睇你似乜嘢？大人，我冇呃你，我一直咁爱你，你落车。